死了！来来来，心里发一下，真的。没事，我们还真的很棒，我们还真的很棒。新光临，让新闻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这边桌上会有一个盘子，里面放那个糖果或者是泡芙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这样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走，然后等到我说停，就停。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拿那个糖果。没有，是外面的人讲停吧？随便，你讲应该就OK。随便，我只是想要讲一下流程。音乐停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其实糖果大风吹，大风吹，对，就不用做。他没有吃到的人就是淘汰。现在就音乐下喽，开始。哎，不行。喂，有没有要停呢？好久。不然这样好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公平，你们三个人猜拳，再一次好，没有就直接猜拳，输的是淘汰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换你们两个。剪刀石头布，好。他淘汰不好，我们继续。音乐请下。闭。我现在男生很坏哎。哦耶！哦哦耶耶！哦耶！注意哦，有人把哨子放在嘴巴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来喽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又是你，又是你们，男生到底？男生都很过分了。他自己跑来我手里，他自己跑来我手里。有没有人举手？没有人举手。反正就少两个。对。哦，我其实也没有，欸、因为刚刚是要拿糖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拿？哦，我不知道拿到是什么东西。为什么会扁成这样？是玉米吧？为什么会扁成这样？为什么会扁成这样？来，还有下一关吗？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。要多久了？啊！两颗，你们也都没有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拿了三颗，所以。再开。然后我觉得你们三个先下去，我觉得他刚破坏规则。对。然后你们两个再淘汰一位好了，猜拳。问题来了，剪刀石头，我是剪刀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在干嘛？好，来，剩两个哈。来啊。来，音乐请下，他们四位玩。我上课。告诉你，这很吹到人。剩下上跟那个，逼！没有，要真的逼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他这是捡现成的，刚好有一颗。对，打战术。而且，来，吉尔，但我看不懂这两位在干嘛。有一颗竟然掉地上，然后他是这样轻轻捡起来，对，然后有一颗是放在桌上，小太阳直接这样把它捡起来。啊，吉尔，我们 follow JK。哎、欸，他们很可怕、欸。泰国走，他来了，他在这里。走。太扯了吧！
你忘记死了，谁死了呢？哎，你那个马克是怎么杀人不眨眼？你这队员是有病吗？耶！他们没有冲到这里过，哎，他们很可怕，哎。来，队长站出来选猜拳选场地。你们刚刚那是，哎，是不是这边比较烂？好像这边是你们的场地一样。要不要你们在这里？我们回去那这边啦，因为他们刚刚一开始赢啦，让他们去那边。准备哦，教练，我们 OK 了。冲啊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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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，你死掉了啦！我没有死，我还两条命。走开！刚刚只剩小熊了，只剩我还有一条命，你们都死了。现在还有什么？还有剩谁？你们？哎，死的退。我是不是还有一条命？我是不是还有一条命？你还有？沙暴！我没有啦，我没了。沙暴！我到底还有没有啊？有啊！沙暴，前进！没了！好贵，哇塞 ！Yes！ Yes！ Yes！ 各位啊！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有战术，好不好？讲一下过程，怎么样？好啊！一个一个说一下。这个游戏很需要策略，策略。好，冷静。策略。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刚刚他非常厉害哦，他刚刚冲出去的时候，他是就是他在啊的时候不小心扫射，然后还扫死别人。对，他刚刚就这样。啊！然后突然就像扫一排了，很强，这是一个欺敌的战术，有一种醉拳跟枪的一个运用。你们大家如果有眼睛的，都看到熊熊刚刚从头到尾在干嘛？他就这样子，结果一下，他刚讲啊啊，我好像死了我好像不能反啊啊，我救命！哎，我有子弹哎啊！你从头到尾都在慌张，然后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然后我就远远这样子，这队长是，然后你就带领你的全部的队员，然后不知道在干嘛，我们很沉着，专业部队。好了，怪我，我们这队怪我，对不起，我领导无方。哎，来 ，give me five 一下 ，give me five， 真的，没事，我们还真的很棒，棒。怎么了？干嘛？怎么了？卡蛋是不是？卡蛋，怎么了吗？你在干嘛？他刚刚这样，然后我说，哎 ，give me five， 他就放开，然后那个枪就这样，砰！打到你，不要打到自己，他这样，砰！小迪好可爱，小迪还好吧？傻眼。